烧魂浮上天，也是我军离别时，因何只是失记忆，不知阮的真名字。1970年代，台语歌对唱片走入来到电视台。虽然迄当阵有广播电视发达的压制，啊，不过一天半点钟台语连续剧，又完受到观众朋友大大欢迎。你像讲这条连续剧的主题歌《白色的爱》，就是一直流传到今，好听的歌词。写出这条曲的叶大辉老师，今日要来跟咱开讲，啊，咱大声来听。伊的好朋友，也是杜作权的专家。但准时讲起双人往来交陪的过程。大伟老师吼，伊伫外口吼，较出名就是农村所唱的《不如卖石山》，来就是第一首歌的《白色的爱》，这是华视的中视连续剧主题曲哈。啊，过来农村唱的《苏南苏丁》。啊，還有张凯玲唱的《手抱今日怀不稳》，叶启田的《写两条雪花》，这拢是老师的名作。老师的作品哦，旋律真流畅，所以讲每一摆老师写花歌，我唔捌甲提过，吼、哦，那有采用的哦。啊，伊对朋友真热心热情，做代志吼，伊是真积极，伊较急性，较积极安尼啊。他对社会事一寡无公平、无正义、无正当，但是伊是真愤慨，伊真内心真刚烈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款老师我真钦佩，啊，做还没做朋友啊。啊，老师伊这个急性的关系吼，较刚烈的关系，所以难免有一些波折啦，安尼。啊，我唔要家己成立什么公司，家己教生，家己替学生圆梦，这就是伊设立的联章唱片公司的由来啊。大伟老师啊，我是小陈啊，啊，今仔日哦有这个唱词哦来遮录音哈，啊，对老师我是有一挂想法哈，就是讲老师啊，你个个性哦较刚烈对无？我想啊，大家年纪也遐大对无哈？啊，大家哈、啊，你也不是你嘛是念佛的哈？啊，是咪讲尽量心平气和安尼啊？对身体也加做好安尼啊哈？啊，老师教学生哈。啊，台中、台北两头啊跑啊，真忝，啊，身体也特别注意啊。哦，啊，你的作品，你放心嘛，哦，我会好好替你管理啦。送呀，忍耐啊！
心爱，请人来了解，真情看着期待，生吞笑对待，希望中会温暖的世界。感慨，感是天安排，是万回清别的心爱。电视连续剧《白色的爱》，龙千里的成名曲《不如卖熟悉》，搁有头拄啊，本人主唱这条《啥人了解我》，拢是伊苦心的手笔的。咱来欢迎民族客家叶大辉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哎，我是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头拄啊在听《啥人了解我》这条歌吼，迄当阵足时行，足侪人捌惯啊。阮吼有迄个福气，听到作曲家家己本人。头一摆演唱，足欢喜啊！不敢当啊，因为我平常是安尼在唱啦。啊，那你的调啊，我绝对来给唱一摆。迄阵啊吼，各路的人惯过这条歌呢，这条算真流传、真hit当。啥人了解我？哦，当初就是第一个唱邓家明学生，哦，伊是第一个发表出去就是伊啊，对。啊，但是敢那有一个歌者有唱我这条歌，陈玲姐。啊对，伊本身这条歌内底，就是因为迄块唱片是我甲制作的，免安那个看，免安那个代表讲，这块是我制作，啊我甲看，我有甲看到咧，我就叫伊唱这条。啥人了解我？你的 melody， 你的作曲吼，有真侪吼，拢一条歌都牵成一个人。对，中华电台陈秋杰啦，啊因为张凯婷就是因太太吼，伊讲老师啊。啊！你啊，这牛啊，一个拢牵，一条歌拢牵一个人，一条拢牵一个人，就白白色白首歌的白色的爱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迄个龙千羽的正确的路啦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伊即马是讲，啊，你无甲牵，你无甲牵一个啊，结果我甲写一个讲有故事的来。手抱海里怀不稳。手抱怪奇怀不稳，一声就轰轰动武林交龙门家，就是啊，佫刷了几。困难难会。啊，玉兰花，对对对，拢总五条，对啦，五条啦，有五块唱片，迄五条是五块唱片，啊，拢有迄多啦，哦，所以讲啊，个所讲迄就是有一个名，就是讲一条歌要牵一个人都会使，啊，你讲第首歌伊就唱白色的爱，郑秀月第一条白色的爱伊就丢啊。老师，你头拄仔咧讲，讲甲张凯婷做手抱海里怀不稳。做玉兰花，玉兰花，哦，一条过一条，连续五集，我系祝福，我系祝福你，拢是感情变化的故事，过逐条拢有带口碑。我甲作数个考行老师吼，是讲啊无就确有啥物变化，你听无？较早是干那单唱尔啦，啊到尾是讲啊无就会讲口碑，好一个故事啦。伊有一个打算，伊嘛来客串，就是伊嘛是安尼一声就出来就轰动，就是阮较早的客位。个灌唱片人咧吼，拢是要安那去突挖出来啦，要安那讲见面多，一声都会爆红，会大红起安尼个。老师啊，你敢知影讲连续这五条歌吼，怪人足侪目屎，迄查囡仔老母伫路边卖玉兰花，啊对对对，啊路人撞到爸爸，
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少林迄外可能，你敢知？对啦，因为迄本身内底就是本身就是讲，就是用这个合作一个号召，有一个点啦，有一个点吼。啊，我是我有个作曲家、科行老师，我有个研究过讲，啊，无咱就来过一个故事啦。一个囡仔就啊，就迄阵大家较早无人做过电影、电视拢总无人做过，所以讲一张出来就轰动。我所知影讲，你做这个集唱片吼，干那买啊吼，无赚到钱，啊，佮唱片公司加减有拍歹咧。唔是啦，因为吼我从做我的作品用同济，就是迄个声声内底，因为我的作品用同济啦。啊，你要知伊都。做甲拢袂歹啊，表面上拢袂歹啊，无牛皮走甲无看人啊呢，就走甲无看人啦。啊我啊你我的作曲费，伊都无甲我算清楚嘛。就迄阵我就开始要找人啊，就是找人，哎呦，就找无人。你就知唔知？伊是恶性的啦。不过我听讲你伫业界，一般普遍大家拢学老讲，你无啥会甲人计较。就人若有要滴，我就甲提供啦。啊！伊若是算侪钱，我就收；伊若算少钱，我也收。我都无甲因计较，你听无？但是我是要栽培个迄个歌星。其实我毋是看这个唱片公司，我是要栽培迄个歌星。你都来要爱用我个作品嘛？啊，我都甲你牵一个安尼，都迄、那个有迄个心情，是讲甲你牵一个迄个道理。即马最近是年岁较济啊，较无咧共制作啊啦。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是，大家拢好，大家唱片公司拢找来啦，台语的啦，唔是国语的，因为我拢做台语的吼。台语唱片公司，伊就想讲，啊，我那我这歌星会当杀对入台语老师遐去吼，绝对都会红啊。所以讲，我迄阵是唱下来底，所有的唱片公司的啊排的歌星是足多的。一个歌星那是入来我的门下来底，啊，我就想讲要安那个开发啦，要发一条歌都红啊。因为我一条歌红的是足多啊，哦，足多啦，郑秀叶、张开庭，当时迄拢是，啊，因为较早拢是因遐有咧，因遐有咧出唱片的啦。啊，咱吼反头来甲讲起讲，你细汉的时阵吼，是安那对音乐产生兴趣？你头拄仔咧讲，出道真侪唱片公司拢来邀请你发挥吼，啊，到甲讲这个环境进展吼，你有啥物款的打拼？你少年的时阵是？对几岁开始讲，我会当敢那听音乐这条路。我做细汉的时阵吼，就足爱唱歌啦。变那电那些电台吼，较早是拢中共较济啦。那咧放了，哦啊，我就尽量听，啊就尽量听，就尽量学啦。细汉就是安尼，潜移默化的咧，安尼直直听给了，啊你就是都有迄个 idea 就会当写歌出来安尼。